还要去扯别人呢，还要扯到你的往事，扯到异能界的谁？黄子佼说我是那个爱情观，有什么特别？天哪，人帅真好，人丑就性骚扰。啊，我就是那种帅的。今天一大堆的朋友都一直在关心我啊，说宪哥，出现那个这个性骚扰事件，你会不会受影响？我一点都不会受影响的，各位，我是个宅男呐，我每天只会躲在家里研发一些新的产品，我根本不出门的，什么事都不会到我。黄子佼说我是那个爱情观，有什么特别？天哪，人帅真好，人丑就性骚扰。我就是那种帅的，然后男人呢，我跟你讲，可以风流，但是不能下流，真心真意的。我交每一个女朋友，我都想要结婚生小孩啊！你看我孩子养得多好，我就爱小孩啊，不行吗？对不对？我对每一个孩子，认真的交代，我都爱他们，把他们养育长大。有时候，像儿子也会犯错，那我们也给他机会，好好的鞭策他。让他有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是自己错了就自己承担啦，你干嘛还要去扯别人呢？还要扯到你的往事，扯到异能界的谁？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对的，怎么办？那只好行礼如仪咯。你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说话的话，那你就非得要到法院里面去说好话了。加油吧，我们也关心你，当一个男人嘛，对不对 ？man 一点嘛，你还有老婆，还有小孩，才那么小，要真的照顾自己，好不好？娇娇，哦，这个老朋友了，可能我这个老朋友应该也没有了，因为要法院见嘛。十岁以前是为自己而活，三十岁以后，那就要为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而活了，好吗？黄子佼先生加油，不要再乱想了，不要想不开，头脑清楚一点，不要再乱讲别人了，这个没有意义的，加油，娇娇加油。